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给我的感觉不一样，我甚至觉得我已经有了想要共度一生的恋人。骆总，我们要不要强强联合？很期待与你共事。他看向你的时候，眼睛里好像别的什么也装不下。能不能把你留在身边呢？你真这么爱我？只要他站在这儿，我就永远只会看向他。